市面上看到这一种五加二的车型来说，算是非常棒，蛮成功的，还能够保持这样一个运动化的车型。你开出去，基本上不会有人觉得说，哎呀，那是老车。大为兄啊，去年没有买那个马抗，现在看到这一部车，刚坐在里面哈，赶都赶不走。